当克莱，世界泰拳殿堂级王者，近十个冠军头衔集于一身。本场呢，也是全球注目的世纪之战。今天亚桑克莱空降昆仑决，是要为同胞发财复仇，捍卫泰拳500年不败的神话。电脑斗士亚桑克莱年龄29岁，傲人的战绩192胜，71负，76次 KO。亚桑克莱，世界泰拳第一人。电脑斗士亚桑克莱，有请新晋崛起的欧洲年轻新贵 Mara Dragorin。比利时的俊才马拉特，战绩38胜5负，121次 KO， 拿到过表演时可以 Showtime 披三公斤级世界冠军，近3年来呢只有一场败绩，而且呢与 Glory 70公斤级冠军罗宾不分上下。曾经呢是昆仑决2战全胜，并刚刚击败泰拳王巴泰，但今天呢他将面对的是泰拳殿堂级、世界级的王者亚桑克莱。比利时俊才马拉特，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亚桑克莱29岁，马拉特23岁，身高呢马拉特是有5公分的优势，但是在大赛的经验上面呢，电脑斗士亚桑克莱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大战即将打响，双方的这个 KO 率都很高，都是一些力量型的选手，力量非常大。特别是这个蓝方选手，年仅23岁，欧洲新晋崛起的新星，身高1米76，表演时刻的现役世界冠军，曾经与世界排名第一的站立式格斗大赛 Glory 荣耀格斗的世界冠军罗宾大战三合不分胜负。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76cm tall, age 23,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38 wins 5 losses, 1 draw, and 21 times won the way of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Belgium, introducing Marat Grigorin。 红方选手29岁，身高1米71，职业战绩192胜，71负，76次击倒对手。 WBC 世界泰拳之王，皇家伦皮尼中量级之王， WMC 世界泰拳理事会世界排名第一，头顶十冠王者的头衔，传统泰拳第一人。 And now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71cm tall, age 29,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192 wins 71 losses, 76 of those wins come by knockout, fighting tonight out of the kingdom of Thai, ladies and gentlemen, introducing the king of Muay Thai, Yotsun Klai Fairtex。 有请本场比赛的场上裁判，来自伊朗的 Sasan。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please welcome our referee Sasan。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江苏卫视和昆尚传媒联合打造的大型综合格斗节目昆仑决常德战的比赛现场，我是现场解说中收陈佩。大家好，我是昆仑决乔博。现在即将要进行的是70公斤级的
自由搏击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泰国的亚桑克莱，蓝方选手是来自比利时的马拉特。比赛已经开始。好，这场比赛确实是一个世纪大战啊，不光是现场已经沸腾了，其实啊，陈蓓老师，我现在都有点激动的，这个非常激动，都可能说不出话来了。两位却是世界殿堂级的王者对决。对，因为这个马拉特刚刚击败过巴塞，应该对泰国选手非常的熟悉，所以某种意义上占有可能心理上的一种优势。对于亚桑克莱呢，我们都知道他是在传统泰拳领域呢是第一人，而且内围战术杀伤力是非常的大。对，比赛规则呢，因为采用了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所以对这个亚桑克莱稍微可能会吃一点亏，因为他的肘是不能用了。是的，不知道这个情况，以及在赛前马拉特也是这样说的，说这个规则其实对我有利。刚才是一记前手的半身定住亚桑克莱，这个拳法非常的快，而且刚才击中了这个亚桑克莱头部。对，我们看到这个亚桑克莱啊，他的拳节奏不快，但是拳拳到肉。但是呢，马拉特呢，拳腿连接是非常的迅速。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对抗性非常强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也可以说是传统泰拳对阵欧式泰拳。对，现在马拉特连战连胜，士气正旺。是的。好，这个非常漂亮，击服。亚桑克莱的拳也很重。对，在以前的比赛当中，我们是不止一次的看到了亚桑克莱是一步一步的蚕食对手，把对手啊是逼在这个绳圈上，然后用自己的重拳重腿瓦解对手。对，亚桑克莱的腿是应该说非常重的。对，我觉得能够用腿能克制这个马拉特才是的。而且陈蓓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刚刚开场的时候马拉特啊拳腿组合是非常快，步伐非常灵活。对，但是呢，现在好像是亚桑克莱仿佛有一种魔力，刚刚是把这个节奏是拉下来了。对，但刚才这个马拉特的一个连续组合也直接有命中，直接命中了这个头部。哎，这个腿非常的重，连续多发，漂亮，三个，四个，四个，五个，同一角度，马拉特的这个手臂已经完全红了，能不能扛住他这么重的这个泰拳的这个腿法？泰拳的这可以说这种扫腿是连续的六七个的扫腿，而且呢，亚桑克莱非常自信，他就是从同一角度，对，同一角度，而且不管你有没有防守，就是用力量打穿你。是的。好，我看到这个马拉特的前手的短距离的摆拳，刚才已经是两三次的命中亚桑克莱，漂亮。在亚桑克莱用这个同一腿法攻击同一部位。是的。好，刚才是非常快速的闪躲。对，漂亮，非常简单啊，非常奏效。这个泰拳的这个腿啊，就是非常的沉重，而且非常有节奏感。他们在踢出去腿的时候，边上的同伴会给他有一个这个就是同步的一个声音，在大喊声，对，保持这个节奏。我跟你说，第一局的比赛啊，其实我心里面还是挺惊讶的。这个新秀马拉特呢，他自己的风格呢确实有那么一点发挥，就是拳腿组合，但是呢有没有给亚桑克莱进行影响呢？没有。亚桑克莱呢是非常简单有效的，我就是前手点你，后腿扫，前腿点你，后腿扫，连续了十几下，而且呢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目标。对，但现在是这样的，因为第一局比赛的话，马拉特打中了这个亚桑克莱头部的几拳，就某种意义上呢，泰拳手的话一般对头部的防守有时候是个弱点，因为他们用腿部攻击多。是的。那么在相互对攻的过程中的话，从训练角度实际上对头部的防守有时候会变弱，那就所以有时候是用拳法有可能击倒这个泰拳王。是的。对，我们看到是昆仑决女郎安琪，那就是看马拉特能不能从第一局当中呢会捕捉到那几个比较细小的空当而扩大战果。 对， 对，大家看到马拉特的这个拳也很重，如果连续重击的话，我觉得不管你是谁，包括是泰拳王，也未必能够承受住。亚桑克莱的右眼呢已经开始有一些的红肿。对，被重拳击中了面部几次。对，所以马拉特要赢一定是拳赢的。是的，刚才一上场的这个马拉特呢是加强了进攻，而是亚桑克莱呢还是采取这个连削带打，我先泄你劲儿，再作为缓击的打法。漂亮，整蹬腿。亚桑克莱必须用他的腿法能够克制住对方，就是给他这个
足够的杀伤力。是，对。对于这个身形来说，我们都知道亚桑克莱的身形啊，好像一个坦克一样，它并不是那种钢条式的体型。对，亚桑克莱，你看连续对同一个地方进行持续的这个重腿攻击，这双方的风格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是的，对。我到底是要用这个组合，用组合见长了，还是说是我组合少，但是每一腿我都要有足够的分量？对，漂亮。这个。在亚桑克莱面前，这个马拉特就像是一个桩子一样，我就是踢你的这个同一部位，是的，你看坚持踢同一个地方。对，而且亚桑克莱可以在移动当中呢，是多次连续的发这个扫踢腿。好像这个连续腿法攻击上，好像马拉特多少被有点压制了。是因为啊，这个同一角度它都是中段的扫踢腿，对，踢的次数多了，马拉特可能这边出拳就犹豫了。对。而且可能会对他的这个手臂有产生影响。是的，他的右臂呢？你看右臂出拳少了，已经是发完全红了。对。亚桑克莱，亚桑克莱开始撑主动，他还可以拳法开始进攻。这个时候马拉特，如果说是再不反击，那就要真要是变成亚桑克莱的靶子了。你看这个连续的，而且这个。影响了这个马拉特的防守以后，他亚桑克莱也可以用拳法。是的，而且亚桑克莱在腿法进攻，就是进去那一刹那，他不跟这个马拉特打这个中距离，他就直接就采用这个去抱头去箍颈，来化解马拉特的拳击，又是一腿。啊，刚才那一拳非常重。好，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大家印象中的亚桑克莱。亚桑克莱把对手打出了泰拳的风格，确实打拳的风格。是，把对手啊是挤在这个绳圈边的，是蚕食对手。亚桑克莱啊，也是面部也是遭受了几次的重击。我们还是看到这个传统的泰拳，就像亚桑克莱赛前说，如果马拉特。对我不了解的话，那他不了解泰拳，他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我一些小的技术调整，你看起来我踢是一腿，但是中间我有多少次可以说成上几万次的磨练才磨练出这一腿。这个今天的话，这个亚桑克莱就是要把他腿充分的施展出来。你看，就是这一腿，就是这个都不换腿，他就是后腿。对。你看这个整个马拉特的这半边全部都红紫了，是，而是这个亚桑克莱是用自己连续的这个腿啊，可以说是摧毁了马拉特右手的重拳。对，我觉得马拉特的右手重拳似乎受到了影响，他出拳明显变少了，而且吧，对于马拉特来说也非常的这个，可以说进退两难。我用这个机会，我出拳来挡吧，我出拳吧，我的肋骨受到重击；我不出拳吧，我的手臂受到重击。对。来看到是刚才马拉特的一期反攻。很显然亚桑克莱的这个腿是非常重的，你看这个整个这个半边已经全部红肿了。是，欧干昆仑决女郎非常的美丽，所以泰拳手是非常硬的，打法非常硬朗，全体都很硬，而且是非常的自信，我就是往前，就像坦克一样的，我步步为营，我就上一步是一步，上一步是一步。他们不知道退却，这个可以说从前两局的情况来看，特别是刚刚第二局情况来看，马拉特好像越打越心里越没底了。对，第二局我觉得亚桑克莱占有一种压制性的优势，但第一局的话我觉得马拉特打得也不错，这风格也打出来了。现在第三局看他们之间的这个技战术会不会有变化，特别是马拉特，是他怎么摆脱亚桑克莱这种坦克式的这种压迫式打法。对，你看这个亚桑克莱继续骑这个腿。对，我们可以这个观众朋友们其实到现在为止继续踢，虽然是看到看马拉特加强进攻了，是马拉特准备用进攻来打乱这个对方的节奏，又是一腿，又是一腿。但是啊，就是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马拉特还是有这个 KO 能力的。他曾经是击败了五大泰拳王之一巴塞，他不是说是，好像看起来当时他随时就可以施使这个致命性的还击的。对。双方有一期的拼拳，又是一腿。看都打紫了这个右臂。是。马拉特刚才在第一局当中呢是。三次的用前手的摆拳呢，是给亚桑克莱造成一定影响。不知道呢，在自己的右臂可能现在抬起来就会飞行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施展出来前手的摆拳？整灯。
但这个第三局那个马拉特明显是调整战术，他用自己更主动的方式来改变节奏，是的，对，不能完全按照亚萨克来的节奏打。对，第二局基本上就是典型的这个态势，这个节奏和节奏。我觉得这个亚桑可莱确实名副其实，好像有魔力一样。你把一个新秀，可以说是这个步伐非常灵活著称的马拉特的节奏拖到这个样子，对，拖成了他啊！现在这刚才两拳是马拉特的节奏，是。亚桑可莱还是不慌不忙，而且啊，这种腿法的变换，我就是后腿正蹬，我要不就正蹬，我要不就扫，我要不正蹬，要不就扫。对，他没有说是很花哨的动作的变换。对，连续，又是连续三腿，又是连续。哎呦，这个马拉特第三局比赛一分钟要结束了，不知道马拉特能不能找回之前打败巴塞的那个马拉特。但这个比赛这个瞬息万变，随时都可能改变。是。经常看到戏剧性的场面。刚才啊，这几腿踢上去就好比是踢这个沙包的这种感觉。对，这个马拉特抗击打能力也非常的强。亚瑟克莱的拳渗透力也是非常，因为他穿透了这个高举双手的马拉特，还是从中间过去了。对，大家看到从旁边的角度，腿从中间的拳，由中间的腿，马拉特要防他的这个腿，是这个中间有时候稍微留了一个缝。他几个就是简单的这种角度变换，就让马拉特防不胜防。因为他亚桑克莱的每一拳也可能是 KO 拳，所以说他每一拳马拉特都要是用全力来打。对，15秒，又是一腿。这个马拉特的这个右拳完全被这个亚桑克莱控制住了。是的，这是我觉得整个比赛的关键。对，但是有没有最后一轮的进攻？抱腿失拍。哎呀，这场比赛结束了，太惊心动魄的比赛了。这场比赛可以说呀，这个亚桑克莱又一次展示了我们所熟知的亚桑克莱，但是呢，是在马拉特的身上展示了一个熟知的马亚桑克莱。这个比赛太惊心动魄，太精彩了。我们赛前还是聊到底这场比赛是不是一个火花四溅、火星撞地球，结果好像出现类似一边倒。所以说一般打倒也没有完全，只是就是亚桑克莱完全打出了自己的泰拳风格。是的，就是马拉特还是被压制住了，但马拉特还是非常顽强的打是的，还是很好。也希望这场比赛啊，不管是最后的判分如何，马拉特这场比赛相信也是从这个泰拳大师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肯定的，对自己的等于也是一次充电，肯定学到了很多东西。某种意义上，他也知道可能比赛的结果，这次的这个亚桑克莱是强大的。是，而且在赛前我们看到这个来这个现场拍摄的这个亚桑克莱，包括这个照片呢传在网上，在昆仑决八里面呢都有这个网友说，这个亚桑克莱不是以前有点小肚腩吗？这一次怎么八块腹肌？看来真是有备而来。裁判裁定，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比赛结果，红方胜利 ，The winner goes to the white corner， 亚桑克莱。好，是亚桑克莱确实捍卫了这个泰拳荣誉，名副其实，名副其实。有请我们的搏击宝贝把奖杯颁发给泰拳。我们也希望这个观众朋友们通过这场比赛呢，能够世界泰拳王认识亚桑克莱，来自于泰国的世界殿堂级泰拳王者亚桑克莱。4月26日，昆仑决长沙站将在中南林业科技学院体育馆开赛，江苏卫视26日下午15:30全程直播，敬请关注。有张春雨对阵伊瑟，精彩内容即将开始。4月26日，昆仑决。